好，当别人爆料啊，没有把你手抱住，应该怎么做哈？第一步，先用你这个左脚啊去踩他的这个左脚啊，踩住之后啊，你再用这个肘去击他的面部啊，他手这样就放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用手去打他的裆部，打他的头部啊。来讲一下这个小红拳里面的这个腿掌啊，怎么去实际运用啊？它的空击的动作是这么走，好，抬腿跑，推啊，推出来，还先怎么去推的？推的时候啊，要推他的这个胸口，用力用这个腰去转，这样子，好，跑。当别人打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？来个慢动作的示范动作，就要打拳的时候，这样子哦，往上格挡住了哦，在上步啊，上步的同时去这边往这边去拎啊，一上一下，来个快动作，这样走的时候，好，啪，就这样子啊，就下去了啊，好走，在一瞬间。